体是怎样，别问很可怕。晚上好呀，朋友们。怎么还在吃骨头啊？也许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慢慢走。谁敢说我像捡破烂的？那不是他的菜，他可以把手伸开。没事儿，我没有被摔到啊。我本来在模仿许王一卓的，结果我就真摔了，但是其实不是很痛了。因为边缘那个地方没有很多人踩，就会很滑。真的没事儿。现在已经麻痹无感，到底是怎样？谢谢洗白白，想臭宝注意身体，白送的权杖。我，对呀、啊，完蛋了，我的百变怪在剧场。的人三山。小班好可爱啊，给小班抱抱。哪有黑点啊？没有黑点啊。小白，你这个角度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小白，你看看小白这个陶醉的表情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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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蝶。对啊，小白好可爱。谢谢睡觉不盖被的小狗狗送的权杖。对呀、啊，下一次不用跳支配者了，不然两个一起跳太累了。而跳完支配者之后，为什么会卡呀？你的百变怪变清楚了，那就证明你买的不是正版百变怪。我的百变怪戴了这么久也没掉色呢。什么叫才戴了两天？还是戴了很多长很长时间好吗？而且还出了汗，出了汗就更容易掉色，更容易检验一个东西的品质。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对啊，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我也会带的。洗澡也带，洗澡不带。
谢谢天然沙袋送的皇冠，谢谢。我对啊，我现在很爱百变怪，但说不定过段时间它就会被我抛弃掉。小班，被 whisky 咬断的衣服，哎，真想给你们好好分享，给你看，给你们分享一下。whisky 怎么就来了呢？ whisky 让我摸摸。给你们看看 whisky 把我的衣服咬成什么样。绳儿都不知道去哪儿，真是可怕的吗？谢谢谢谢夜蝶。好想暴跳，暴跳舞，或者是暴唱歌。穿成肚都不大好吧，我准备重新买一个。跳公演不算暴跳，公演就不是没有不是我喜欢那种舞种。早该把手松开，上舞蹈课算暴跳，对。爱为何你的秘密不舍得，现在已经麻痹不堪，到底是怎样，别问很可怕。我喜欢爵士吗？我还好吗？为何你的幽默很浪漫，爱的人分享，到底是怎样，别问很可怕。对啊，他的歌很好听啊，这首歌很好听啊，所以说我最近天天在循环。我的耳机丢了，然后我忍了很久很久，因为最近很穷，所以说我忍了很久很久，我都没买耳机。今天我在来的车的路上，我就特别特别想听歌，但是我又没有耳机。然后呢，我就买了一个闪送耳机送到剧场。音乐，对我说，那个到剧场的时候，阿姨说，远景的外卖就是这个，我说对呀，这是我的音乐，我要不行了。我不是他的菜，早该把手松开。哦，倒也不是这么穷，就是有点穷。之前那个丢了呀，丢了呀，不是说耳机丢了吗？啊，要出三代了。现在已经那么无感，到底是怎样，别问很可怕。后天开学，哦对哦，现在是不是都陆陆续续开学了？我不知道掉哪儿了。吓死我了。
家要好好上学哦。对哦，一般都是9月1开学。明天自我介绍，你们需要有社交牛牛症。从义无的路永远为我一路一步慢慢走，我社恐。我不是他的菜，他可以把手松开。哦，要怎么自我介绍？就是大家好，我是谁谁谁，来自哪里哪里，今年多少岁，是什么星座？我一般就这样说，自我介绍就没了。不能说星座吗？为何你的幽默那么难，让我以外的人分享，到底是怎样？别问很可怕 ，girl。谢谢润玉是只折耳猫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发电机，我主要是有点想翻唱这首歌，所以说最近老听，不辛苦。好久没唱歌，从义无的朋友去的有有他们懂。我不是他的菜，他该把手松开。哦 ，girl， 好想学习啊，好想就是像小分队一样集训啊。我全都当飞。谢谢不愿再笑送的权杖。不是我，其实我并我那天我昨天晚上，你知道心有灵犀是怎样的吗？昨天晚上我跟人聊天，哎，前天晚上跟人聊天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小就讲小分队的事儿嘛，就说哎，我好想再去一次韩国啊，怎么办？然后就啊就想那些时候的事儿，就是那时候虽然说就是还蛮曲折的，但是就很快乐。然后呢，跟别人聊完之后我就睡了。然后呢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打开微信一看，张全宇跟我说，好想去韩国啊，哦，好巧啊。你们看，小班他被摸头，他会闭上眼睛，哎，怎么这么心机呀？啊？换首歌，不然这首歌放你们都要听腻了。谢谢谢谢，要表现很可爱的样子，别人本来就可爱呀，看看，谢谢谢谢叶蝶，谢谢，不用啊，这么可爱呢，啊。还吵，你看好可爱啊，他被我驯服了，解放驯服。快截图。
谢谢雨化成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谢谢小班说谢谢。也为的他做最后的美梦，谢谢谢谢。因为的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哦天哪，好想唱 K 呀、啊！明天还有工作，好久没看琪琪直播了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是小班，不许走！快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脖子这腰下的啊，已经自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，对啊，小班胸肌绝了，小班的身体线条绝了，你看看看看，哦 S 型身材。你是风，你是指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尾蝶，爱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。干嘛呢？那我让我来摸摸你吧。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看啊，他又不让摸 ，Whisky， 过来。没戏，得不到回应的爱是会被消磨掉的。哎，没戏 ，come on！ 哎呦哎呦，没戏也闭眼睛，但是他不愿意出镜。没戏，你喜欢被摸下巴？哎呦，没戏好，你长得好喜感啊！你还害羞呢，你跟我害羞啥呢？ Whisky 别害羞啊， Whisky 别害羞，不害羞，算了。好，摸小白，继续。小白来马上机啊，马上机啊，马上机。哎， Whisky 来马上机，不要算了。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，威士忌来摸摸，哎呦威士忌，你笑，你哭，你的动作。谢谢深藏 blue 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的发电机，谢谢。要为你做呀，你是要。我们电音节，我们是会。哎呦，粉底液你都舔啊！别问，很可怕。别人是亲亲，好吗？亲亲。
你看小班他们很，他很乖，上菜了，小班，小班，看我们小班多乖，小班坐起来，让大家来看看你的肚皮，哦，小班翻肚子了。小白第一次翻肚皮哦，袋鼠肚皮，你的袋怎么没有呢？让我感到快乐，很感动。一只猫的醋没有必要吃啦，朋友们。谢谢文文 HCW 送的皇冠，谢谢。小班好像失去了，失去小班好像失去灵魂，这叫缓冲期。刚刚摸小班，消耗了我太多元气了。谢谢不愿再笑送的权杖，谢谢。今天还是还有财神节这种节日吗？这里不能放鞭炮。卡了没卡吧？是不是我没讲话？卡了？小白每次镜头就表现又很强，每次我一直播他就来这儿了，我不直播他就不过来的。对啊，小班就是那种专，就是那种就是元气偶像，天生偶像。我维西就是比较有个性的。天生偶像袁小班，三白眼，你是女还是男呢？三白眼猫神，完美古像袁小班。玲珑大眼，快看快看，绝美下颌，怎么还叼去玩呢？算了，吃夜宵没吃啊，但是不知道吃啥。
麦当劳，麦当劳吃过，我吃了麦当，吃了两个鸡翅。还吃了薯条，谢谢大裤衩机器人努力变得 Love and Peace 版送了权杖。什么叫他拍好看？你们这个说讲的话就有歧义，你们知道吗？staff 姐姐还有素材呢，这些都是她留给我的。远离美颜滤镜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是说我的美颜相机不好看？真的吗？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美颜的呢。小斑牛撞到脑袋了，今天的照片不是人相机，今天照片是相机，是 staff 姐姐的那个相机。嘎嘎，不然那个可能相机就自带一点点磨皮吧，也可能是没有磨了。之前胶片的，谢谢 REB1 送的权杖。今天那个磨皮可能是因为第一张它没对焦，没对到后边。但是别人拍的我确实会比较好看。今天我在那排练，那姐姐就瞎拍了一张，我觉得天哪，我自己拍的拍不出这么好看。大姐有存货呀，我肯定是先把她需要的拍好了，她才愿意给我呀，不然她不会再上我第二次当，好吗？上当，对啊，万一他又抖音上挂了，好害怕呀。粉丝不会冲牌，对啊。后面23天都无休，基本当然不是全是外务啊，就是有各种排练各种东西，全是外务。天哪，这种好事能轮得上我，因为要排练很多东西。
工作你就不要问我了，我没有说的那肯定是不能说的工作呀。什么什么声音这么大，不怕又被投诉吗？我没有被投诉过。没有倍速啊，为什么每次我放这种快歌的时候，你们都会说我像加速了一样？ Hey, I love you. What? 对啊，小班又来了，还在那打呼。哟，小班，你这个人太贪婪了，是不行。对啊，我什么时候拆头发？快看！对呀，因为猫咪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都叫它人。Whisky 在后边玩呢。Whisky， 出来！什么情况这？他每次都要把我的衣柜里面的衣服这样，你们快看，什么意思啊这？Boy, you let me, I can do the same. Boy, you let the taste. 他不会，不会，我那个衣服是放到外，我的所有的吊带都是 whisky 要的。对啊，不会，不会真咬我网线了吧？哎呀，好恶心！什么叫好久没看过吊带了？我上一次才穿过吧，才不久前才穿过吧。对啊，小班就唯一一个怪癖，喜欢咬，也喜欢舔自己尾巴。下不来了，他怎么会下不来？他就在上面玩呢，等他在上面玩吧。小班，我头发在你脸上，你没发现吗？幸福的小班，谁不是呢？小班，你知道很多人羡慕你吗？哎呀，怎么还咬人呢？走开！I can do the same.
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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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but I want it。小班黑土，小班的黑土太多了，看到好多。衣服等会儿剪，没事。对，威斯基在给我整理衣柜。他一直去整这个衣柜，我觉得是有预兆的，说不定我等会儿去看看，我会发现有钱在里边。肯定有预兆，哦，对啊，不会是耳机啊，不会吧？那我宁愿没有。现金，谁过年没不会领个压岁钱呢？听说新中心的房间很小，就是说大家怎么就不要相信太多这种谣言。我今天才问了人，房间都还没开始隔，人房间都还没开始隔呢，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厕所消息。人家还只是干干净净一栋楼。虽然说有时候吧，咱们公司有些行为确实但是呢，有些时候这种楼都还没有开始隔就已经在说房间小的这种传言，我就会觉得有带入到，有那种有跟公司共情到，就是那种就是大家谣言四起的感觉。Now baby China， 风雨的中文，这跟好不好员工没关系，就是说，落地窗和浴缸那是在做梦的。尽量也不要有落地窗和浴缸这种谣言来提高我们的期待感，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，怎么样？这个窗户应该是有的吧？怎么会 ？Look。I'm gonna make a symbol for you. You got two choices. Yes or yes. 谢谢谢谢叶蝶，谢谢。啊，什么？Yes， 怎么又卡了？我是，他不允许我靠近你们。这个口袋斯巴拆散我们，他不允许我这样靠近你们，他需要我远离你们。
Yes.我也要去参加随机舞蹈了。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公司肯定是不会办了，公司办一个公演曲的随机舞蹈，你们会喜欢看吗？其实公演的也行，我们现在公演舞已经进化了。是吧？而且以前的公演歌也很好听啊。只要有就行。确实。切歌。MC 上随机舞蹈的话，就人太少了，没有那种 battle 感，应该在运动会的时候，是吧？对啊，就你看看公演其实取很多，你 MC 上一共就八，最多八个人吧，八个人的话很容易尴尬的。Nice to see you, just lost past one night. You don't need to know. Our show, 我们控台就偶尔有点走神，放一个我们都不会的歌，我们就傻着。我们会忘动作吗？不知道。控台都是一样的，也没有不专业，只是控台没有办法了解，完全了解我们。所以说，其实随机舞蹈还是得准备歌单。还有什么好听的歌吗？又卡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真的受不了。只有我的直播卡，真的是我的网的问题吗？我有点怀疑了。昨天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。不至于，我们的服务器还不至于这么差，人多一点就会。So yeah, I'm feel so special. 我脸不瘦啊，不要再造谣喽。哎，怎么就这几首歌？
我的脸是巴掌大，那可能是我的脸小呀，但不瘦呀。啊，好恶心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跟呢，跟呢。几点睡觉？就播完玩会儿就睡了。什么好听的歌吗？啊，够买呀，算了。小班总是屁股直播，没有啊，人家的脸还是经常露出来的，好吧？我们不要直接过来打我脸好吗？I'm the mafia, like a mafia. 我怎么了？对对对对对。看到了吗？干嘛飞呀？我们一度陷入整个直播间的沉默。Never know.大家都是一个大大的疑惑。哎，这首歌也行。谢谢你们推的歌，但是要买。不要你们送。对，这首。对啊，尾巴出镜，走开走开，你不露脸就别出镜。我当然会啦，只有笨蛋才不会 ，OK。这个多简单啊！我还会两只手呢。教你们不会做的，现在开始这样，比一个 OK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做，
比个 OK， 不会做的啊，比个 OK， 然后把 OK 的两个指头搭在你的下巴下面，然后摁住它往前翻，是不是就会做啦？是不是？噔噔噔，是吧？你看 ，OK， 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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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往前翻，往前推，不用谢，不行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老师很乐意教你们啊，谢谢深藏不露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你是在感谢我吗？是在感谢我教会了你这个吗？放完了，谢谢雨化尘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也是在感谢我吗？真不错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手势舞，对，我现在已经是开课了，就叫什么网课。教大家埃及手，谢谢荔枝炖豆腐送的皇冠，谢谢。手把手教呢，不行，有点忙不过来。梦不落云那开头怎么搞来着？噔噔，哇，直接这个噔，哇，谁还记得啊？很多舞真的是跳完就会忘的，这，特别是这种跳一遍的舞台。哦，这个没有忘，是因为它很流畅，这首歌。Tell me what you're ready for. 这个都好久之前跳，现在跳应该会更好看吧？很多舞都是现在跳会更好看。你的脑残呢？怀念可以随便跳舞的时候，但是现在，对，我们要注重这方面的问题。
有练习室可以随便跳。Tell me what you're ready for。像，哎，我所以说我说一直说就很想要，就是中心人，有每天固定闯进我房间，提着我领子出来，让我练习跳舞的舞蹈老师。Tell me what you're ready for。好了。我要关掉喽，朋友们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大家好好休息哦。拜拜，拜拜。Tell me what you're waiting for。拜拜。